喂，古仔啊，喂，古仔啊，听讲咧，你最近有部新戏，好似俾 Netflix 买断咗喎，咩戏嚟噶？系咯，这是什么东西咯？阿古仔一定系想考我啦。啊，咁其实套戏系讲啲咩嘅咧？不如咁啊，你借俾我研究一下，我再话俾你听。啊，古仔啊，其实咁样我个访问好难做落去噶噃。咁不如发条片俾大家睇下先啦。哇，古仔做女报真系冇得顶啊！咁啊，你同阿貂蝉嗰段啊床上戏系得唔得啊？你睇我搞到咁嘅样，你就知好到不得了添啦。但系啊，古仔啊，貂蝉系咁样噶喎，你顶得顺我？见识少真系见识少，啲细路女。啊，咁啊系嘅，咁啊仲有个林雪啊，即系阿董卓，我都试过下嘅，都几油腻嘅。小心你即刻口得啦。不过你讲得几啱嘅。咁啊，话时话啦，咁啊，家辉系喺度做咩噶？我是江家辉。听唔清楚咩话？唔理啦，我哋播翻古仔嘅传奇作品做个结尾啦。只要幻想，新开发的节能轮胎，同样多的油量，却能比以前跑得更远。节能的轮胎，让你让地球更开心。想节能，轮胎能，环保型轮胎 A349，优科豪马轮胎。